我们要开始了，今天我们倒着走，先来东腿还是前面右腿？先左，哪边是左？这儿。好，先左腿啊，预备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。各位好，这里是六叔叔爱摄影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六叔叔。之前呀就推荐过丽卡家的 MI1 一拖一无线麦克风，小小的体积，不错的音质，实惠的价格。当时呢就有同学问丽卡有没有一拖二的版本，这吧一拖二来了。按照惯例，六叔又厚着脸皮问厂家要了福利，不只是抽奖哦，卖个关子，片尾详细说，还不把良心打在公屏上。先说一下啊，本期视频全部使用 MI2 录制完成，建议佩戴耳机观看啊。丽卡 MI2 并不是 MI1 的升级版本，而是 MI1 的一拖二版本。 MI2 还是一样的小巧，发射器和接收器重量都在35克左右，轻若无物，可以轻松的挂在衣领上。正面呢有一块 OLED 的小屏，可以显示电量、信号、音频大小等常用信息。发射器和接收器都带有背夹，接收器的背夹刚好可以插进相机热靴的卡口里面。接收器上有 3.5 毫米的监听耳机的接口，可以实时监听录音的效果。这一代的防风毛衣卡扣啊做了改良，卡在麦克风上非常的结实啊，基本上不用再担心容易脱落的问题。防风效果后面我们去户外测试。这一代呢采用了 Type-C 接口充电，充满电可以使用7个小时。各位同学是不是好奇这个棒子是个啥？这其实是丽卡给配的无线麦克风的手持棒。这个棒子呢可以让无线麦克风秒变手持麦克风，我感觉用手持棒比直接夹在衣领上效果更好啊，可能是录音的距离刚好合适的缘故。另外如果你有类似采访的需求，这个棒棒呢还是挺有逼格的，不过这个棒棒不算便宜啊，官方定价189，会买的扣个一。 MI2 的发射器呢自带麦克风啊，也配备了 3.5 毫米的麦克风接口，可以使用外置小蜜蜂收音。接下来呢我就插上包装里送的小蜜蜂，大家听听和 MI2 发射器自带的麦克风音质哪个更好。现在听到的就是小蜜蜂的录音效果啊，你们觉得哪个更好？我现在自己也听不到啊，猜想应该还是自带麦克风的音质更好，因为官方标称 MI2 的信噪比高达 93dB 啊，这个数字有点可怕。我现在拔掉小蜜蜂大家对比一下怎么样，跟前面的声音对比你们喜欢哪一个？喜欢自带麦克风的扣一，喜欢小蜜蜂音质的扣个二。另外 MI2 增加了立体声模式，立体声模式下两个发射器的麦克风在录音时会分别占用一个声道，也就是左右声道立体声。现在听到的就是立体声的模式了啊，如果你戴着耳机可以清楚的听到左右声道的效果。我现在移动两个麦克风的位置，效果呢会更加的明显。有没有感觉？右边、左边。切记，如果你使用一个麦克风录音，一定要使用混合模式，也就是单声道录音，否则就会是这个效果。来，接下来我们去户外测试一下户外音质和无线传输距离。Let's go。因为是一拖二的麦克风，所以我今天拉来了老婆大人。你们最爱的六婶给大家打个招呼吧。嗨，大家好，好久不见。还是老规矩啊，一步一米，看看走多远能断联。官方宣称是50米，我觉得可能不到。我们要开始了，今天我们倒着走。先迈左腿还是前迈右腿？先左，哪边是左？这儿。好，先左腿啊，预备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。风好大，冻死了。二十三。有二十三吗？二十五。二十六。三十。哪有三十？有了。三十二，三十三。四十了。三十四。没有四十，没有四十。啊，有了，差不多。啊。差不多。四十二。43，47，47了吗？啊，我两步算一个。你能听到大海的声音吗？回走了。
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。六叔唱歌吧。啊，唱个歌。太冷了，唱不出来。多少了？数忘了都。反正你也数不对。但是五十米肯定有了。哎，反正正常录制短视频或 vlog 肯定是够用了。啊，好冷好冷好冷、啊、好冷啊，准备回家。哎呀，外面好冷，还是屋里暖和。我回来听了一下啊，这款一拖二的利卡 MI2 音质呢还是一如既往的好啊，在降噪和声音细节的平衡上调教的不错，高低频饱满，声音有细节。如果你有一拖二麦克风的使用需求啊，这款麦克风可以考虑一下。目前呢 MI2 定价1199，这个价格呢在一拖二无线麦克风里面还是比较有性价比的啊。罗德的 Wireless Go 一拖一卖1595，自己对比。对了，忘了说福利了啊，现在去利卡京东自营官方旗舰店买 MI2 和客服妹子提六叔，就送这个价值189的手持棒，白嫖它不香吗？还送麦克风便携收纳包啊，数量有限，先到先得，喜欢的把开心打在公屏上。还有本期视频转发点赞评论，我会从评论里选出一个最走心的，送出一部利卡 MI2 一拖二无线麦克风。论平时和六叔混个脸熟是多么的重要。好啦，本期视频就是这样了啊，我是六叔叔，我们下期视频见，爱你们，比个心，拜拜。